今天我们无聊小店来的，户外第一集来这边呢，是因为哎呀有挑战，嗯，对，要看他的挑战就可以去他那边看到。他这个挑战会两个礼拜都睡在车上。小时候有坐过纸飞机吗？煎蛋蒙满台，你丢出去还会回到里面？我会，翅膀稍微熬一熬就可以了。看那个小弟的纸飞机啊，是那个仙咖喱。你看，新年愿望一定能实现。飞机还能回旋？有这么玩？只需要将飞机尾部这样折起，飞行时能获得垂直向上的力，将飞机倾推上力和重力的推力，就能使飞机做云中运动。哇，准备好这些纸，我们一人做一架啦，看谁的可以照他的做法。可以，他的飞机我们哪里懂要怎样做。他刚才讲的重点是只要尾巴这样，如果他的不可以，我们再挑战下一个人呢，他就教你怎样做到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做啊。哇，我们这到来会不会天黑哦？哇，我的屁股好痛啊。你要体谅一下我们的年轻人。这边我的最老诶，不要这样诶。你这是什么做法飞机？哦，下面还有这个小脚是什么？让它的重心在中间，这样它就可以飞更远，屁股这样就可以了啊。你的飞机怎样？看起来不是很会飞。不用很会飞了啦，我的空风飞啊。OK， 飞机还好细的耶。你会吗你？会飞是会飞，会飞回来吗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哇老哎，这个飞机翅膀怎样看都不像会飞。很明显，这代表我们三个人哦的童年都不一样哎，因为三个人做出来的飞机都不一样。哇，你的好像比较厉害嘞。阿嘎阿嘎，印象中有做过这样的飞机，这样子。哇，好像是这样哦，不用紧啊。现在他讲这边要熬一下吗？啊，这个是我的，我的是战斗机。战斗民族。OK， 给他的。不会飞的啦，那会飞。你的飞机这么这样长哦，朋友。马上最低。哇，老哎，你的原地的嘞，飞哦。你不要拿小朋友飞回来啦。到你了，到你了。呀，三。你的太多了，我来。飞机哦，转我的还会飞回来呀，看到没有？还转圆圈嘞！会哦，可以哦，看到一次啊，快！只是会飞回来。OK， 你这太巧了，你丢过来。我这架啊，看好来啊！我的还转了你们的，哎，两个，总看不总用哦。给你多一次，来给你多一次。OK， 再来。哎，只有我都会飞而已哦，行啊，你们。那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刚才我开玩笑，现在我认真丢啊。你的是最烂的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原本最不看好的就是他，结果我最好的效果是他的。我鬼啊！我现在要看阿基米诺做跟一样了。OK， 哎，它都是这样，然后这小脚歌曲，你确定可以吗？这次你确定吗？跟它一样啊！哈哈哈，很惨呢，你啊！小弟，不要再教我们乱坐飞机了。我把那个拿掉也是不会飞的。经历了阿基米龙教，我没有教很清楚，然后全部我们都做失败，基本上是用我们自己小时候童年的那种大概的做法啦，只是尾巴像阿基米龙这样熬一个这边，熬一个这边，全部失败。现在我给你看一个，他自称他是永远不会坠机的大师。那个赛，他讲他的飞机丢出去，永远不会落地，一定回到你手上了。一个台湾的，我机上了，我机上了。我不说。OK， 我们来看他。全世界唯一随便乱丢都不会坠机啊！可以来，你跟着做，你跟着做。我们现在做一个全世界不会坠机的，坠半。喂，我折的不飞的。坠半，然后在这两个三角形在前面。不是直接折哦，还有留一小段哦，留一小段的。尖角在这个线中间啊，对对对 ，OK，
另外一边照样。懂啊？哇哇，这看可以哦。看的时候都是可以的。CM 两个 CM， 我这个是这样，两个 CM。他做到有点专业专业这样子哦，不要等他丢出来不给我就不会了。这是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。然后最后一步，把它对折，给它下面有一个那个可以抓的东西。哇，它头很重哦。它一样啊，永不坠落的大石礁了。这样子，这样子打开来，这边要凹上一点。我有点 不想丢哎。他讲的是啊，你不管这样丢，他也是这样回来；你这样丢，他也是从这边这样回。哎，哇，飞下去了！什么？什么鬼？哎，你丢上来，丢上来！开头。哦，我也不会，一样了嘞，完全照住他的 step 了嘞。还至少还是往上转，有回到我原地耶。所以他的理论是飞上去再冲回下去。哎，点累了啊，丢他丢他去丢他。哦，有哎，有回到他身边嘞。哼，喂，有毛线呐、啊。好了啦，天黑了，今天呢第一集户外的没有一项成功。两个人交了纸飞机都不成功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还有一个实验，我还有一个飞机的实验，那个可能会成功。你等我一下，天黑之前，我现在马上弄。裴峰，你来做，我们两个做都不太成功。家伙真能飞吗？试试啊，看好了。这个有看过。正方形支撑着斜十字轴。正方形哎，大哥。我们先拿撕掉吗？撕成正方形吗？一层层往内折，并压平。就这样哎，折到一半 ，OK。然后给它转回来，应该会有啊。你们看来我这集就可以去看它的那个，我在野外。哇，很久了。这一集是火锅，我来干翻了。干翻，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很多哎，我买很多。干翻人，干翻时间，第一个冲向饭店。哇，我们可以拿去那边哎，拿去那个地方哎。我很怕等一下哈，我们吃了一半啊，那种狗狗猫猫全部过来，吃不完丢给他们，不要浪费食物噻。羊哦，我只看到这样子而已。OK， 就一只这样，这上去哦。OK， 一直折，一直折，一直折，然后一半了，然后他想要在墙角那边这样拉拉拉吗？你折成这样了。小时候老师是叫我们这样戴住做帽子吗？我们现在只是把这样把它塞进去，感觉也是不太可能会飞了。我怎样看这个东西怎样飞？头是哪里，尾是哪里，我都不懂。这个会飞，我真的倒了，我真的会倒不过。在海边倒，在海边倒，你等一下拿来配火锅吃。他影片是这样子丢出去啊。可以哦，三二一。怎么样？来，还真的是可以哇！好了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把丢出去的飞机都找回来。哎，刚才那个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垃圾就全部要丢去垃圾桶啊！好啦，现在我要去干饭。现在是干饭人的时间，来干饭。他们现在是在这边睡这种真的假啦？还在热恋期可以啦，抱在一起可以了。你们不要每次讲我做实验用他的东西，你看这个我实验呢，我的小 gas 炉做实验用的，就它哦，噔噔 ，OK 变形，脚打开，脚打开，变形。